叮当经营生意失败，因为缴不起房租而流落街头。这时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债主刀疤尾带着小弟们讨债来了。唉，这次生意又失败了，要欠刀疤尾那么多钱该怎么办呢？顺利。完了。
各位同学，上课啦，麻烦翻开好国语课本第35页。同学，开始上课啦。拿起国语课本，翻开第35页好吗？35页。老师翻开什么？35页啊。先把国语课本拿出来好吗？后面的同学，赶快拿出课本第35页，打开课本好吗？这边的同学不要再讲话了。好，这一次他不放弃，他相信他做得到。我不会输给你们的。所以张小伟在
学受小朋友喜爱的老师。某天在街上，借点钱，经商失败，所以呢，现在已经在努力工作，准备还他钱了。张小伟的爸爸，林老师是我们学校一个很优秀的老师，他现在已经很认真的在工作，打算慢慢的还你钱，这件事就通融通融吧。好吧，既然校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来，哎呀，把借据拿来，我们拿回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校长，客气。谢谢校长。